沈富雄委员、郭正亮委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翁小玲委员、徐普副秘书长。好，那么美国拜登提出2025的这个预算啊，总共7.26兆美元啊，美元啊。那我们台湾呢是新台币2兆多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哈。那另外呢，这预算里面特别提了1亿美元给台湾，说给台湾做军援哈。 那美国国务院说，这第一次把台湾单独列出来，以前都混在什么援外法案啊等等啊，所以表示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哦，这边的1亿美元啊。那现在就很多人担心呢，川普会重返白宫，我觉得他重返白宫的几率超过50%啊。那 CNN 又分析大陆的态度，所以一方面大陆很担心他回国，但是同时呢。 如果川普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不太愿意跟人家搞什么援外啊，什么北约啊，什么他都反对哦。南韩他也反对，你们花自己的钱，日本不要花我的钱啊。所以也许大陆会觉得是有机可乘哦。反正川普就搞他自己的啊，不喜欢跟人家结盟啊。那另外呢，为了牵制中国，美国一个飞弹驱逐舰啊，那第一次靠到日本的石垣岛哦。那因为 另外呢，这个先岛群岛就是石垣岛啊，凸显美日同盟护台的决心啊，靠近它很近啊。但是当地的港务工会反对，就说不准他进来啊，他来就代表要打仗，他来代表军事，我们是要和平的，所以他没办法就改成苗博，就是不进港，可能下锚了哈，还锚了就船长锚用锚来固定，而不是进入港口啊。 那所以日本这些工会也很凶悍哦，全面罢工，民众也拉布条抗议哦。Off limits warship into 这个石垣岛啊，就是走了，不要到这边来哈。他们要罢工，一直到这个船离港哦，到这个13号离港为止哈。那另外呢，大陆最近传出个影片呢，大陆全面封锁的，就是突然有一个车子哈去闯中南海哦，闯中南海，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这个驾驶很快被人家带走啊，被路过的车辆拍下来啊，所以呢，这个到底是谁哦，现在都搞不清楚。大陆也封锁这个消息，他离习近平的办公室1公里不远，也不近啦，1公里其实蛮远的啦。但是呢，就认为说大陆中央办公区呢，在中南海这么紧密啊，居然有一个这么严密啊，居然一个车能够这个冲进去啊，我们看一下。 隶属于美国第7舰队的伯克级飞弹驱逐舰“培拉塔号”是美军防御第一岛链的支柱。周一前往距离台湾只有270公里的日本冲绳石垣岛，打算靠岸补给3天。特别是大陆两会刚落幕，美军也要预防解放军有动作。港の外では駆逐艦の停泊と乗組員の上陸に反対する市民らが抗議の声を上げていました。 只是这引来石垣岛的居民不满，石垣岛港口工会还串联罢工，他们不希望台湾有事，自己也有事。もう嫌ですよね。こう戦争のまあ戦争が近づいてるような感じがして、どうしてもね標的になりますよね。とても許せないこの静かな島をね。 除此之外，美军也跟日本自卫队展开年度铁拳24联合军演。这次演习地点首度选在冲绳本岛东北方40公里的冲永良部岛，还要举行夺岛登陆作战，摆明就是假想共军攻台，美日如何反制。Given its ambitions, Beijing will continue to use its military forces to intimidate its neighbors, grow more competent in joint operation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aiwan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谈台海。去年他说威胁真实存在，今年措辞明显缓和，反映美中关系破冰。只是中情局长伯恩斯则说，美国不放弃乌克兰，就是在帮台湾。It actually helps to deter China, whether it's in Taiwan or the South China Sea or other places. It is our assessment that Xi Jinping was sobered, you know, by what happened,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伯恩斯研判，习近平看到俄罗斯被西方围堵的下场，对台动武前必先三思。好，老沈怎么看哈？这个为什么把台湾单独列出来给1亿？其实台湾也不缺这1亿了，但是是个意义嘛哈，表示重视台湾。一种是重视台湾，一种是说这样的话，也许它整个预算比较好通过了，因为美国国会都很支持台湾。你怎么看？那我觉得1亿美元呢，数目上是小，台湾人民是不在乎啊。你说是破历史记录，台湾人民也无感啊。哦，那重点就是说多了这一笔钱呢，我们到底就是被要求买哪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将来就是说对对岸的后主到底发生了多少几分力量？我想这台湾人都觉得说这个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如果真的打了，我们台湾人会少死多少？哦，但是这个都不会有答案的。那从拉美的角度讲，这是破纪录。 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分得清楚、写得这么明白，但是呢，你说你这样讲的，好像对台湾很好，但是老共的看法跟你也一样，老共也说这是破纪录。那这次两会期间呢，有一个老共的军头，他就讲，我们不给台独分子任何一分空间，让他有壮大台独的机会。 这个讲法其实是矛盾的。那现在哦，他的所谓壮大台独，没有讲清楚嘛？是法理吗？是破了红线吗？还是哪样？这个算不算？这个哈，老美给我们异议，还讲的那么大声哈，这个是不是以美谋独？是啊，是啊，哈。所以老共就说，哎，虽然数目不大，但是你大张旗鼓，这个就是往前踏一步了，以美谋独。 那我倒是要问老共这位军头的谈话，就说你到底到目前为止，你开了多少空间，让台湾的台独分子能够这么嚣张？你就把它关起来嘛。哦，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稍微这边空间要大一点，啊，这个国际地位要多一点，你就认为是台独，那这真是没完没了。所以我觉得哈，中美台三方面都在玩一种很粗糙、很模糊。 啊，根本这是小孩子的游戏嘛！我在这里一直都讲，这是小孩子的游戏哦。那摆一条船来，在石垣岛的外面啊，摆一摆啊，你老被干涉，不会的哦。所以，我们作为台湾人民啊，就是要有一种能耐，就是要哦，就文中不是啊，对中啊未必要反啊，文统呢何必哎痛？ 哦，现在甚至民进党就听到统，他就要吐了。啊，看到中就非反不可，因为我们这个是没完没了的。10年、50年、100年，我们跟老共不是扯不关，可不干。就算有一天中共的共产党崩溃，换成非共产党，他还是要统的，这个是跑不掉的。哦，啊，你要什么呢？就说你讲统很好很好，因为你有一天不讲统了，就是我们被统了。 我们被统那一天，他就不再讲了，你知道吗？那有哪一天他不讲和平、和统呢？和字不讲的那一天，就是开打了。所以哦，我们应该要文和统，奇怪的讲法，而且也没有奇怪了，就是不会合理啊，合理，好吧？逻辑上合理。比较奇怪的是我昨天讲了，我再重复一次了，就马英九当时说要相信习近平，骂了臭头。 然后民进党现在很相信习近平，非常相信。习近平说和统说不会打了，不会打了。习近平要说和平了。来来来，郭伟，这个事实上是那个台湾增强韧性法案的一部分啦、啊。它是2023到2027每年最多可以军援台湾20亿美元，给还是借？借。那这个因为亿是给还是借？军事融资啊。 还是借借啊！我们台湾需要借吗？借，我感觉是给的。没有了，是军事融资了。而且因为是军事融资，所以项目是美国指定的，不是台湾决定的。哎，奇怪，我跟你借钱买什么是我决定，什么我跟你借钱买什么是你决定的。这表示你跟美国有进一步的关系啊。哦，它的英文名字叫 financing。对，融资了，这个是融资了，而且美国传出来指定的项目是。 军事教育及训练，所以有人就传出说是美国的教官在台湾代训我们的这个前线的士兵啊的训练的费用。其实现在不少美国顾问在这里。对对对，那是个要付薪水啊。你看那个什么我们附近的饭店，很多那美国老美年轻留着平头的都是这样。还有那个 Prata 那个飞弹驱逐舰啊，那个实际上停在哪里效果都一样。 因为它的飞弹射程是2500公里，很远，它停得很远，效果也是一样。主要是这个冲绳知事玉城丹尼，他不是很赞成安倍晋三的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这个主张，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了哈。那是这样哈，因为这个石垣岛离台湾其实非常近了，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地图。好，我们知道与那国屿只有100多公里，那再 double 200多公里就是这个石垣岛了。石垣岛上面呢有大概3、4万人，这一次跑出来抗议呢，哈。 是150个人啊，我必须讲啊，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主流，但是玉成当然也是不喜欢的。那因为石垣岛觉得说，你现在美日台军事联盟也好哈，它造成了到时候如果石垣岛变成战场，他们就不要。那因为以前都没有这个设想，可是现在发生2件事哈，第一个就是自卫队在宫古跟石垣已经部署了就是对舰飞弹、地对舰，如果有军舰来的时候，它可以攻击，有部署飞弹的，所以我有部署飞弹，我有可能被攻击，我不喜欢。第二个，以前石垣岛。 它的这个港口它并不是军港，可是去年9月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美军在日本主要2个地方哈，一个是在长崎9州的那个佐世保基地，另外就是在这个哈就是东京湾外面的那个横须贺这2个地方。去年9月有一个佐世保的这个船舰来到这边靠港补给，他觉得说那你是不是久了以后这边就变我们的补给站了？所以这一次去这个9000吨的这个培拉塔号，他们才会反应这么激烈。 他就说：“拜托，以后不要来，不要把我们石垣岛变成是军事的基地，也不要把这个两岸可能发生战争的战事牵扯到我们石垣岛。”这是当地民众反对美军的这个军舰到那边的原因。那因为它的水深不够，所以那个9000吨的舰也没有办法靠港，它只能够在那边哈下锚以后，然后去补给上岸，300个人上岸。可是他当地民众就觉得说，可能会造成以后石垣岛被针对，所以他们就不喜欢。我是去过石垣岛了。 啊，因为有一次一个游轮，一个旅，就是说跳就一个岛停了，哦，停了石垣岛。那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旅程呢？因为那时候刘太英曾经讲，李登辉当时最重要的谋士，说我们不在乎，我们将来飞弹可以把上海打到摧毁，甚至三峡大坝给它摧毁。香港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将来建立石垣岛变成第2个香港。我到石垣岛一看，说我的天哪，它要变成香港。 不知道何年何月，一个小岛上面没什么人，像你讲是种些珍珠、养些珍珠啊等等啊，这些几乎没有什么建设哈，所以要变成香港几乎是不可能啊。但是我当时要看看刘太英说李登辉说要变成第2个香港到底是什么样子，